不空，誓不成佛。南无本尊大愿地藏王菩萨。南无本尊大愿地藏王菩萨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八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各位法师，各位听经大德，大家好。咱继续来甲各位讲解一个地藏经。地藏经，咱顶回哩三十五页遐有讲到一个不孝罪的代志。那么对于不孝父母的这个问题，当然这是足重要的一件代志。你看地藏菩萨开始讲到讲出不孝罪的代志，那么可见这条罪一定足严重。咱呢一世人，因为咱的不孝父母，咱生生世世拢爱去接受到这个因果报应。所以伫这个《五鬼报应经》内底呢，有一个鬼。这个鬼呢，伊来问这个目犍连尊者，伊讲：我所生的囝，拢反倒转来吃我。我到底是何罪所致？各位，这个鬼嘛，感觉真苦恼。伊生出来囝，反倒转来吃伊。那么木建连就甲伊讲：，讲你为人时不修孝养，今受花报，各在地狱。因为你在生做人不孝父母，所以即马受的这是叫做花报。花报就是花报，就是现出来一个啊尔。但是其实要受的痛苦的果报，还搁伫地狱。鬼安尼还搁是呢，唔是受着果报哦。所以咱的身上的骨，咱身躯的骨，就是老爸的脆；身躯的肉，就是老母的血。所以各位，出家在家。一律拢同款，爱孝孝父母。出家爱勤求佛道，爱广度众生，才会当报答父母恩。咱呢，佛祖师讲，讲一子出家，九族升天。这就是讲，你会当一子出家，九族升天，就是爱有度众生啊，爱有度化众生的功德啊。度众生才会当报答父母恩啊！所以咱伫这个问题内中，有关的不孝父母、杀害父母的罪，这众生真正是爱注意。你若是无注意，一堆落去是无有出奇呢。假使讲，若有人想着孝。有孝的人，伊就袂去做歹代志，不作恶，伊一定会报恩。有有孝心的人，伊袂做唔对代志，伊自然就会众善奉行。所以孝就是众善之本啊，不孝就是众罪之本啊。所以讲起来，背了这个呢，你就会去犯着杀害。所以咱人若不孝，就叫做犯呀，
反倒会做杀害。所以若做杀害，就爱对地角，要受千万亿劫的苦，无有出期。所以拄则我甲你讲，阿鼻地角的苦，迄是讲一出来了。佮今日若讲到阿鼻地角吼，啊毋止干那迄出来，忙啊甲你拖的苦了，啊佮足多，佮爱火烧，佮爱有机关，啊佮足多。所以咱呢，对于这条不好做大狱，先甲各位提醒到这个坎站，真正讲，敢要讲这条不好做的这个代志，要用咱现世这世人的代志来讲，讲不完，讲不完，不可算，不可算。但是个人家己去想，你这世人。不好的罪，你对一点，你爱偷，紧去偷开这个夹。你唔好呢，这个夹吼，抓无偷开，你这世人若死吼，你就有够冤枉的啊！你一定爱偷开这个夹，哦。那么这夹要安怎偷？你家己知影，你知影要安怎偷？你有才调拍夹，你一定有才调偷夹。这唔是别人会当替你解啊。所以呢，有一天我遇到一个少年啊，伊是食毒。啊，因为伊食毒，阿爸去用管过。啊，伊这个爸母亲戚呢，大家为着伊食毒呢，已经是母家呢哦，大家拢不爱插伊啊。所以伊嘛作气因老母，气因老母气啥？气因老母唔钱好食毒，气到啥物程度？唔捌叫因老母，唔捌讲到因老母。所以你甲讲。咱的囝若行唔着路去了后，就会造成了不孝罪。你这世人为着爱食毒，你不孝这个老母，把这个老母呢，安尼五亿钱偷了了，摕了了，所有的分都是出力对，出力食毒。所以人若假是行唔着路去，你食毒嘛是。是一种死刑的罪啦，啊你吼、哦、不孝父母也是死刑的罪啦，唔是活活政府甲你判死刑哦，死了后你也是同款死刑。所以爱食安非他命啦，啊食只摇头丸啦、伊利敏啦，食只的物件的人呢，你后边啊爱堆落去啊。所以你看做人，倒来可怜啦，你无代无志就搁去染毒。啊，染到毒的人，虽然家己也去解，嘛解袂起来，都今仔日放出来，今仔日人遐的卖毒的，随甲牵活来，电话扣落，随饲随食随搁调了。所以各位，这卖毒的人哦，后边啊嘛是因果作大条。卖毒虽然好赚，一世人着几赚偌济钱，但是你赚这落钱呢，你真正呢嘛唔好啊，损得啊，所以钱你赚足济啊，你结果呢，你这钱嘛开袂着啊，反正你爱互关啊，反正你呢这钱为着这卖这毒，你嘛袂当得着好过啊。迄一世迄卖毒的人嘛是安尼战战兢兢，话要惊死你敢知？啊，这去往解毒转来的人是安怎解袂去？因为这拢对调啊，这阴魂不散呐。什么人掠去关，因拢有登记啊，当时会转来啊。就一天出国，因拢随知影随联络啊。所以足可怜的这个世间啊，这个世间变成呢，人讲的呢，安尼拖拖骨弄弄规窟啦。啊，所以这天下间的父母，饲着这个囝，你讲啊，伊会有孝你吗？你免想。对不？伊若要揢钱，有救你啦！钱若揢了，都唔捌你啊！啊，你看这个世间呢，是变成安尼，啊，参像这种的情形，哎，各位，你劝人去嫁，劝人去娶，你爱共负责呢？你若去共做门人，你还佫较大条呢？好啊，你去共做门人啊！若去做到一个囡仔咧食毒的啊，你害到这家呢，害到迄家呢，看你这个门人呢？看你会疼心嘛，袂疼心嘛。所以各位，虽然呐、啊，咱佛讲出家人甲修菩萨界人袂使共做门人，有理由。你若想到，你就知影讲佛祖较会遮敖。
咱喏今仔喏佛祖甲咱戒掉了，咱袂使去共做门人，袂使共公亲，安尼呢，咱以后则袂去用拖累落去。所以，即爱趁门人钱的人哦，你着目睭睇较紧的，啊那无吼，你有哪食迄也无戒稳当，啊，那像即卖囡仔，真火啦，啊查某囡仔火啦，啊查甫囡仔火啦，啊即卖人也无咧禁忌什么会啊？啊，即卖人有高兴，你管我啊？啊，所以呢，这个社会会变成啊，我若看到恁生迄个幼囡仔，生迄个第二代，我就替你烦恼，你唔知要安怎顾这个囡仔？这个时代已经是无法度顾囡仔。这个外口的引诱，外口的陷害，迄个吼陷阱是乌龟路的呢。随时你的囡要落对对一窟落，你拢无得找呢。所以各位，悲伤啦、啊！但是呢，还好，今天有佛法，咱还佫有淡薄仔安慰，因为咱来当做是大人的人，好好下去拜佛、上经、祈求，但你着生人啊，你着互这个囝呢后边啊有贵人，安尼呢，你着爱好好去用功，啊，那无呢，何德何能啊？你要安怎去饲囝？因为咱家己也毋是咧外有孝啊。咱要安怎去饲囝，对吧？所以这条不孝罪，等于是欠请各位，哈、啊，予各位呢更加有机会去弥补家己。啊，你唔好感觉讲，啊，这条不孝罪，这啊，若像你安尼讲，啊，唔，大家拢嘛不孝罪，对不？啊，若安尼讲呢，我嘛无法度，这就是佛经安尼讲啊，对不？啊，所以我嘛是只好甲你安尼讲啊，啊，但是希望。你若有善根、有福报的人，你听了后你就会改变；啊，若无业障深重的人，伊嘛是无法度通改。好，咱过来听地藏菩萨甲摩耶夫人讲完第一条罪了，佮讲出第二条是咧讲甚物？啊，伊个讲第二条罪，就是伫36页头前面第二章。若有众生出发心现诽谤三宝，不敬尊敬，亦当对伊无间地界千万亿劫救出无期。即马讲到不敬三宝之罪，三宝不但未使生起迄个无恭敬的心，三宝爱有恭敬心。你不但无恭敬心，你反倒转来，你搁再诽谤，哈、啊，实在有影呢。这世间吼，较会遮戆的众生呢，你安尼做落去，千万一劫求出无期呢。啊，所以咱伫这个诽谤、不敬三宝罪内底第一条，咱先来讲出着出佛心的这条罪。出佛心的，就是有关于。有佛出世伫世间，咱加佛加害，互佛的身躯流血，安尼叫做去叫做出佛心血。那么这条呢，离咱佛在世的时阵，就是因为提婆达多，提婆达多要害佛，也有一天看到佛行对山脚过去，伊对山顶呢捻一碗石头，足大碗，村办迄碗石头要甲世尊甲吓无死。结果呢，金刚力士呢，佛法威德，佛唔是威德，金刚力士就是将军，伊就用迄个金刚宝剑呢，甲迄碗石头抓甲伊吐掉嘞，吐掉嘞呢有攻到，所以有迄个石头皮啊落落来，大吼。佛祖是脱只脚，伊无穿鞋啊！啊，迄个石头又啊落落来，怎啊去予世尊打过，怎啊扔一个，怎啊脚底流血，为着这件代志，这个石头劈啊去予甲世尊挂掉，提婆达多哇哇怎啊落对火车地角内底落去，火机地角啊，火机地角呢就是火车地角。这火车地角内底入面是安怎行去？下面嘛是这间地角，我才带恁去看，看这间地角设备什么款。啊，坐人入面了后是安怎甲行的？即嘛先甲你讲，提婆达多呢，伊为着甲佛，护佛脚流血，所以我堕落去。啊，若是无佛的时阵呢，
无佛在世，你总是袂去甲佛出现的嘛。但是各位，无佛在世间，世间有佛像、有纸像、茶雕的、佛爷的，还是呢，这个呢，玻璃的，只要有佛的形象，你袂使甲佛像摕去烧，你袂使甲佛像甲用个歹。你若是雕工甲佛像呢，无爱，甲讲个歹，甲摕去土角，甲放水流，甲烧掉。你拢甲提婆达多共做，你后壁若共款爱对在火机地角。啊，若如果讲我摆的即尊佛像都已经旧啊，啊，就是呢年久月深呢，即个佛像已经呢腐腐，啊，都歹去啊，未摆一啦，要安怎？即个旧的佛像今仔日会变成安尼，就是你无尊敬佛像。你若有尊敬佛像，你会甲佛像呢保护甲足好势。你对佛像就是无尊重，自经起嚟吊起来，到即马唔捌去甲拔起来切，也唔捌去甲整理，所以呢，内底有水啊，啊，迄个纸就会腐去啊。即马是你有过失罪啊！你虽然无心要甲破坏这张佛像，唔过这就是过失，有罪无？有过失罪。啊，即马佛像面拢反对去啊，啊，落这身躯都歹看，安尼要安怎拜？当然袂拜者。未拜祭，这张佛像要安怎？啊，就爱甲化坏掉。啊，化坏掉，就爱搁去禀报忏悔。啊，地主呢，未晓保守，未晓照顾，所以甲佛像污染，和佛像歹去。吼，唔是要破坏佛像，所以爱甲化掉。化掉迄个佛，搁袂使去粪扫桶，搁嘛袂使等迄个粪扫车，改当作粪扫。化掉的符，还搁起放水流，才袂污染。啊，你讲我较早呢，咧拜的佛像哦，是迄种迄落玻璃，啊用油漆画，啊落画观音咯，啊搁有灶门公咯，啊搁有土地公咯，搁有啥物哦，反正都一顶面画到下骹。啊，我即卖咧拜佛啦，我要规个拢总换三宝佛来供养。啊，我这个要安怎？因为那是油漆画的物件，既然你袂当共用这物件，你爱用甲苯甲伊切掉，甲甲苯呢，甲伊粘伫这个玻璃顶，甲这个佛像呢，甲伊切掉，切掉这个擦的符呢，爱甲伊包包啊，摕去放水流。咱袂使讲，哎呀，这我即马无咧摆啊，啊，我袂藏粪扫桶边啊藏，壁边藏，我唔敢用啊，啊用有罪，啊用有罪，你甲藏喺壁边无罪吗？你失敬罪啊，你无敬啊，无尊敬啊，你倒不如袂摆者，咱就改切掉，把这个形象改切掉，切掉唔是毁灭啦，咱无爱污染，咱就爱先甲佛改呢，各告知。先给他辨别，所以咱对于毁害这个不敬、毁害这个佛像的代志，咱当然爱看伊的当初伊的启动是啥。今日我足讨厌你拜佛祖，我看到你的佛像，我看到你的佛经，我看到你的啥物件，我足讨厌，我给你去毁掉，各位。这种人叫做出乎神气，人迄恭敬个，你共摕去共毁掉，对不？所以你甲看天下间，无形中造罪的人偌济呢？啊，有个人哦，足可怜的。我看到迄，我捌看到迄六十几岁的老人，拜佛还佫无自由呢。伊佫甲问我讲，师父。啊，我若佛，迄地藏菩萨，啊，我拜拜，啊，着甲收起，啊，有要紧无？你几岁啊？我六十几啊，六十几岁拜佛祖，啊，佫遮无自由。啊，阮先生都无爱互我拜啊，啊，我若咧拜，伊就会甲我骂啊，啊，我着惊伊看到啊。啊，你甲看六，岁头食到六十几岁，你自少年查某囡仔嫁来到因家，家做牛做马，连拜佛都无自由。吼、哦！啊，这个人生实在有影乌，真正乌天地暗，啊！啊，人呢，说别人的自由，你就会当呢来花天酒地，你就会当有你的兴趣啊，做
太太的人，这世人为这家庭付出这么多，他有兴趣有寄托，你不能给寄托。天下间实在是讲起来太不公平啊！所以人都有自由啊，为什么信仰有自由，连拜佛都爱搁安尼嗯嗯呀呀？这款的人呢，实在是有影吼，也是有因果在内啦，不是无啦，有原因的啦。啊！啊，咱离这个佛像这方面，当然我希望各位爱处理要妥当，唔通乌白处理，啊，唔好那无爱拜。啊，就安尼吼，乌白钱，啊，咱家那佛祖厅吼，佛祖那有就好啊，唔通那出门去看到人个，吼、哦，印个佛祖呢，吼、哦，这张也足水，哦，这张也足庄严，啊，客顿啊，咱家我无得掉，啊，凊彩呢，光光的，啊，就甲囥在迄边啊，啊，囥在创啥，吼，风吹啦，啊，吼，迄落闲人啊放屎啦，啊，放尿啦。啊，踮咧遐呢，凹啦！啊，即马，互你有一天发现着，摕出来看，哇！啊，这张佛祖呢，啊靠，鸟鼠放一撮尿啊！啊，今这张要安怎？要安怎？啊，都一打，啊，都爱去烧啊！啊，今日写了这张佛像的，母个爱烧。你讲我毋是调治的啊，就是你的过失啦，哪会无调治？你今日若莫共摕转来恁家，囥咧遐，无去甲入清，这张佛像哪会鸟鼠哪会去做这条罪？所以这有罪啊，不是无啊。啊，咱呢看到庄严的佛像，唔通乌白请。有欠用，确实要供养。你请转来，你有功德。所以人来咧招你要印佛像啦，啊佛像哦要印，咱卖乌白印。你若要乌白印，印印呢，这个佛像乌白伊啊，对哦。所以呢，亲像印经同款啊，印经呢为人呢。足够少啊！迄报纸嘛拢咧报啊，啊，大家都去出钱啊，啊，出来呢，啊，印印诶一大堆啊，啊，一大堆要安怎？啊，都乌白单啊。所以印经嘛袂使乌白印。啊，你咧印经呢？咱咧印有效诶，印有价值诶，人看到会甲你收藏诶，哪呢呢？你真正有功德。所以真正你若足爱印经诶人呢，我甲你报，起码阮教师咧印一部。一个《法华经》，这部《法华经》，这是古早皇帝收藏的版，啊，即马寄伫故宫博物馆，故宫博物馆收藏，啊，咱即马就是甲故宫博物馆借出来，借出来了后呢，咱有契约，就是爱印几千本，啊，你才会使，啊，所以呢，即马当咧印，这《法华经》呢，这皇帝版的呢，有够庄严。你这世人若印这个经呢，会当供养在恁家呢，都真正有价值。所以呢，印好安尼有下印一本，看下你安尼乌白印乌白印，啊，等甲一世界。啊，所以你若有想要印，你会使来参加。啊，咱离这个佛像方面，真正即卖的人佛像拢总是富拢有够。唔通乌白印佛像，佮较外庄严。哎呦，印佛像功德无量啦，印经功德无量，无唔对，有要用就有功德，无要用就有过失，这点都爱注意。那么，咱哩讲对于不敬三宝，第一，咱先讲到佛的身躯；第二，讲到诽谤三宝。诽谤就是对佛法经这三行。无信心，也生起恶念，所以加以诋毁、加以迫害。诽谤三宝吼，会做吼，众生足多啊，太多。所以有当时啊讲哦，众生实在是太无知，骂佛、骂出家人，啊，实在有影啦，听伊咧骂吼。有够用，有够用的，佮有够猛的啊，足用。但是你甲听起来吼，即款人拢足愚痴，会灭佛祖的人拢足愚痴，啊嘛是业足重，所以伊若开嘴合嘴，会叫哦，骂哦，啊牙安尼硬哦，啊代表安怎？代表伊足牛。但是你咱看起来，可能。这世人做人就安尼做甲哩哩落落啊，做甲遮歹命的人啊，后世人为着灭佛灭法，
搁堆落去，连人嘛无希望啊，连人都无机会啊！你甲看可怜的众生，故意对诽谤三宝的因果，咱等下下一届再过来继续甲各位说明。咱时间差不多，而且甲各位呢所讲的，就是讲咱爱把握下面，咱来回向。愿以此功德，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诸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地藏菩萨。